做这个手账贴，还有介绍这个手账贴里面有什么很可爱的贴纸。那你还有你们有买这个手账贴吗？我呢，求了妈妈很久才买的。我今天的这个开箱给大家看看。那我们来看看吧，这个手账贴好漂亮啊！你们看看，这有好多的款了、啊，你们看看是不是？其实呢，如果你想买的话，你可以去网站这里买的。这里好多好漂亮的贴纸，还不一样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贴了。那你就可以准备一个包子，一个笔记本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呢打开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其实你想怎么做都可以，你想贴什么贴纸都可以的。比如说你们喜欢什么贴纸呢？这个吧，这个可爱一点，就这个吧，这个可爱一点。其实呢，还有新年款的，我忘记给你们看了，你们来看看吧。这个就是新年款的，如果你们想新年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做新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不用做新年的，我们等一下再做新年的吧。首先你可以用钳子，也可以用手，那我就用手吧，因为我没有买。其实呢，你想贴哪里都行，不过呢贴旁边比较好，我觉得我贴旁边比较好。这个呢就是我的钳子啦，因为我呢刚才找到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贴第二个吧。第二个你们想贴什么呢？就贴这个吧，这个花的。那我现在就贴吧。这个我们贴哪里好呢？我们就贴这里吧，尾巴好一点，尾巴就是这个。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贴这个吧，这个女孩真漂亮，是不是、啊、大家这个是不是很漂亮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拍这个吧，这个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敲起吧。啊，很难敲啊、那我们现在呢就用手撕吧，因为太难撕了，真的是太难夹了。那我们就然后呢你可以装饰一点花朵，因为呢房子太大了，那我们就不贴吧。花朵这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用第二个，这个是不是很漂亮的大家？然后呢我们可以贴在这，然后呢你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下东西。那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什么笔都可以的，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用什么呢，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用闪光笔。那闪光笔在不在呢？闪光笔呢我们现在就拿吧。那大家等我一下，等我拿一下。那我刚用这个颜色的原子笔来看看吧。然后你要什么颜色？我想要紫色吧，你可以。然后你可以就领走。那我们就继续做吧。那我们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下东西，你想写什么呢？你可以写你可以像希望，你找来看看吧。希望学习进步，因为这个是很紧要的。那好吧，那呢你可以说好多好多种东西等等的吧。然后呢你可以帮助他，对，这样是不是好看呢？其实如果你不好看的话，你可以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你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做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完这个的新年的贴纸，我们抽一张吧。就这张吧，这张比较漂亮，这不用。
那我们用这张吧，这张就是很漂亮的。新年快乐是第一个主题，那我们来看看吧。主题一，新年快乐。主题二，然后呢，我们呢就要贴这个星星，这个兔子吧，兔子好可爱啊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很觉得呢？觉得好，你觉得这个兔子可爱吗？那你就快点订阅我吧。那我们贴完这个呢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做吧。这个贴这里好吧？这个是一个女孩，还有一个熊吧。那我们现在贴完吧。就是呢，你们觉得可爱，这个手账贴可爱的话，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你们可以去买。那我们继续贴吧。那我就贴完这个，那我就不贴了。贴完再贴一个吧，贴一个苹果吧。那我就贴完这个，那我就不贴了。那我们贴完这个吧，这个就贴在这里比较空的位置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贴完，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下东西。还有这个呢是显光笔，显光笔呢和这个颜色的原子笔是不同的，但是比较响的。我给大家看看吧，这个看看的效果是怎么样。我们写在我们写在这里吧，这里可以写这个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虽然呢新年已经过了，不过我们还可以贴新年的贴纸啊，是不是大家？这样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回一下，这样。如果你不想，你就可以不用滑。这里是不是很好呢？这个笔呢，你们也可以去文具店买一下，这个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就到了这里了。我想跟大家说，你们可以去手账贴买贴纸的。那你们这个是不是觉得很可爱呢？哇，这里还有很多呢，大家快点去买吧，这个手账贴。其实大家呢有没有贴手账贴的习惯呢？如果你有的话，那你就在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请大家订阅哦。那下期再见，拜拜。